你心疼吗？不管我要说什么，我希望你能够耐心听我讲完，好吗？哎呀，你要说啥呀？你搞得我都紧张了。你知道我考得怎么样吗？不是挺好的吗？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可以上我最想去的大学了。 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改变了我，你的那一巴掌，才让我知道，我可以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物，但是，我不能接受你认为我是废物。 真的很喜欢你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很喜欢你，只是我不敢承认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多好的人，我对你，对所有人，甚至对我自己都很差劲。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留遗憾了。毕业之后。 我们差点断绝了往来，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再发生了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出来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，跟我在一起吗？ 知道这有些唐突，非要现在回答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当然愿意。笑什么？